请收看《泰国慈悲行》。瓦拉康位于曼谷梅南河畔，瓦是寺院的意思，拉康是大钟之意。瓦拉康一名是从寺院中矗立的钟楼佛塔而来。这个不能太多，它只能一点点，它水会坏掉。瓦拉康曾是阿赞多尊者住席之处，草木扶疏的寺院一角还保留着尊者曾居住过的寮房。宁静的大殿供奉庄严的释迦牟尼佛，并在墙上饰以描绘六道和佛陀本身故事的庄严壁画。寺院内有尊者圣像供信众贴金、供袈裟，培植福德善因。带一个经文回家，就是带身上。我也遇到啊，这边走，其他请佛像的慢慢去。Thank you.
瓦拉康侧门通往梅南河畔，小路旁有许多贩卖鱼鸟饲料的摊位，方便人群广结时时善缘。放鱼。师傅带领大众来到河边放生水族，布施鱼鸟食物。人们欢呼，鱼群跳跃，现场洋溢着善法光明的欢欣气息。愿得到救度的生命，皆种下永世解脱的善根。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无生，不退菩萨为本灵。